拉萨河。拉萨河。拉萨这个城市四处环山，所以这个地方既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。那西藏这个地区气候是比较干燥的，来这边旅游呢一定要多带一点防晒霜和爽肤水，给肌肤补充水分，同时的话这边的紫外线也是非常的强烈，是容易晒伤皮肤的。那这边呢就是仙祖岛，是一个小岛，被拉萨河所环绕。啊，这边还有在这个坝上晒衣服的，这边紫外线比较强，晒衣服的话倒是能杀菌，会把衣服上的一些细菌呀、病菌呀、紫外线把这些病毒细菌消灭。但是同样由于紫外线太强烈了，所以说这边呢待久了皮肤也会被晒得黝黑，基本这边的藏人皮肤都是比较粗糙和黝黑的，这也是环境使然。